南右边。二零基督教医院为庆祝母亲节，今天举办妈妈的爱简易有氧运动活动，开场由二零基督教医院的江芳盈医师暨复健科老师带领简易有氧运动，让妈妈们在活动中活跃身体，享受运动的乐趣。接着，二零基督教医院的员工们以诗歌的形式分享对妈妈们的祝福，希望他们健康快乐，身心灵都得到平安和喜乐。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